看看新闻网。转换一下心情，从本周起呢，四眼里生动亚洲进入亚洲区的比拼。中国赛区的六组新秀歌手呢，将和日、韩、泰等唱将呢，是开始一个正面的对决。那更叫人期待的是，音乐评论员的席位间还出现了多位亚洲大牌，那就是日本的爵士歌后小野丽莎和韩国舞王李明宇。那他们的表现如何呢？让我们去先睹为快。虽然是头一回当评委，但李明宇通过一期节目的录制已经摸索出了自己的评委风格，那就是争当表情帝。瞧，每每有新秀歌手表现出色，他难以抉择时，李明宇就会皱起眉头，表达自己的万般纠结。那是纠结的表现。你们两位的表现。哪怕是在评委们为了各自心仪的选手争论的你死我活之际，李明宇也不忘对着身边的镜头卖个萌。当然，这样的默不作声并不能让表情帝自我满足，于是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他嘴里蹦出几个洋金帮词语。没错，话不在多，到位就好。漂亮，漂亮，唱得很好，太棒了，谢谢。哇，加油！对。而在尽职尽责地完成评委工作外，好动的李明宇还要趁机炫耀一下自己的歌舞技艺，这不就是摁个灯的时间，他也要秀上一段。胜的把握吗？当日韩组合两两 PK 时，李明宇更是心血来潮地和晚辈们舞蹈对决。的活泼，小野丽莎就要慢热一些。谢谢。不过，当年轻的霍尊重现了中校界的悠扬歌声时，小野丽莎才有了那么点心动。那我要先关心一下小野丽莎老师，霍尊的日文准吗？素晴らしいです。私より上手です。当然，小野丽莎这话是谦虚了。等到新人演绎过后，她就再现了代表作《玫瑰人生》，让所有人都大饱耳福。娱乐新天地蔡怡、张丽人上海报道。